哎、欸，可很是跑欠程需要干射哎、欸，嘛？想换弓箭了，不要逼我。走走走，呵呵呵，拿弓箭射他。可以可以。看看，关了关了。想要高台，哎、欸，那这样可以再盖新的吗？哪个盖新的？什么？还是要等桥出现才能再盖新的？就第二次的那个啊，豆啊或父母牌啊。要等，就这时候可以了。等吗？好好好好，快点。右边，右边已经有通了，右边。好，好，好。送过去。哇，盖一个这东东。假的，你要给我。喂，什么东西要给你？喂，哎，会。挖掉。哎，刚刚那人呢？不见了。看一下啊、哦。喂。哇塞，被捡走了！有没有要来右路？右路刚怎刚么拉了？一下，来了来了，右路。支援了！可是我看你在附魔哎、欸，你、嗯，看错人了吗？你看错人了吧？你、谁偷用巧克力 skin？还有看错？you 吗？啊，是二零啊，二零头发哦，咖啡色的干嘛、啊？二零哦，咖啡色长毛猿。好痛，好痛，好痛！哎、欸，我们核心遭破坏，为什么？哎、欸，谁上去了？啊？好、啊啊，可以吗？可以吗？可以了，死了，死了。哦，什么时候上去的？偷偷来，没看到。二零哦，二零哦。那个守卫是要用绿宝石还是用那个啊？绿宝石。我们快好了，我们快可以了，我们快可以好。哎呦，哦，被现在呢被挖的时候。我们这一队就会有力量效果，哦，对，被挖的那一方会有力量效果，所以其实真的哎，要等一连挖下，的话很难。那32个就可以了、三十二个是不你用是？仓库的32个绿宝石提升身体素100%。对啊，三十二个啊，哎，那不是原本64个？三没十二有没个，有降低有降低，哎、啊，要按吗？三十二个好一阵子，按呢按呢按呢，按啊，很难的。且资源生产上当升，然啊，中间都是我们。的嘛，对不对？哦，OK，鞋子，喂。那我们就把路啊旁边也都可以再盖，右路已经通了，左路还没有。好，我锁掉了。左路其实都可以尽情的盖，牛排岛也可以再多盖啊，附魔岛、牛排岛。想偷偷来这个人，偷盖你们偷盖，呢？我锁家了。对，这个然人后，所以这边的守卫是放在别边，是不是？感觉。在中间呢、发现，发现，啊，哦吼，这是从对面拿来的，红对手你从得对面偷拿了什么？24个，打死他们，然后掉装备，哎呦，打怪掉装，啊，所以现在升级了，绿宝石我先拿，我去放手哎、欸，行，好，啊，我四的十五装捐出去对，有剩下你们可以用。我要在中间先赚分，我们分数落后太多了。好，哦，分数不够。我看看，裤子跟脚脚，这里会赚分吗？等下可以附魔附好一点，铁也很多。牛牛，啊，那 GB 是他们放的吗？他们放的，感觉是哦。哦。守护者岛，哎，这之前好像没有哎。守护者，长期有守护者进驻的岛，哦，哇，他们都走上面可以放歌。哎，我都买了几个，没关系没关系，我们红队守护者我要放了，好，哇，救命啊！哇，中间好多人，中间好多人，要红死石了，要死棺。了，要死了！啊，要死啦！中间要吃手啦，三个人啊，死了！啊，我现在没哇！办法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跟你一起逛。我的装备被拿走了装，QQ。他们是不是要过来了？附魔岛，我先放岛啊。嗯。附魔岛，又一个，连两个附魔岛。好。然后前面放个牛牛岛。他们锁有在牛中排的间就可以再继续捡。嗯，
怎么样？怎么样？他们有弓箭手一直在中间。然后弓箭不痛，只是很烦。对啊，很烦。轻微的保护。哎呦，痛！痛痛的。还好吗？哎呦！哎呦。不可以，不可以，不可以。喂喂喂！还在弄附魔啊！啊！被打下去了！啊！掉下去了！哎呀！慢慢来啊！哎呦啊，卡了！哎呦，二阶二阶的，好了，我可以 go go go， 中央桥连接，好痛！好痛！痛！很痛！痛！哎呦，脑海很多。刚拿个斧头，把那个不太好。有人来，有人来，退退退！我盖一个守护者岛，好，守护者岛没有守护者是要自己招吗？应该吧。放核心吗？还是怎么样？放核心或是自己招？需购买核心激活哦，用核心激活就可以有了。哦、那我带一下，家里有核心。可以，你买了几个？哎、欸，五、欸，我买一个。好。哇哇哇！我回归时回来，他们有人藏在我们的那个下水道。你说那个裸装的吗？对，他很卡，对不对？没有，我是没有注意到他被他打下去。啊、就是他，他爬来挖核心的那位啊。哦，原来就是他。那卡的不能挖核心哦。对，那个、先讲好、哦。太卡了，太卡，抓不到。对啊，要公平。你但他刚刚那个战术还不错。嗯，刚刚偷偷。小雨说什么？被挖掉两个。你那个要放核心激活的那个岛在哪？嗯，直走左边的那个。直走左边的左边的那个，你看得出来吗？哦，看到了。哎，边，哎，我要买一些激活。格律宝没有激活。哎呦，宝石的没。来啊，来啊，送我啊！我去补，我去补。好，我放了、啊。哦，有了。有守卫是不是？哦。来射我啊！射我啊！再来、啊！战神，我前面也放一些战神好了，这样我们强一点，强一点的突入。哎、欸，他死吗？他为什么会死掉换一只啊？不知道，很神秘。他刚就死掉了声音。来，我们这边有个战神，进来就可以补一下。哎、欸，他真的，哎、欸，他刚有死，对啊，他又死了一次，他其实只要核心还在就没事了，他核心还在就会可以一直复、哦，他会一直复活，他是刷新吧？不久，那应该是我要绝皮了，我战神呐、啊，终究伤人，跟我走，等一下，走走走，我拿到、欸，他回不去，他回不去，掉装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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喽，捡，想走，中间的我们有研究者。看要不要？这是什么？附魔满绿哇！那个击退斧头哎、欸！啊！打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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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啊！打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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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在背后打他！好可怜啊！他应该破盾了。是。捡尸体，捡尸体。他那个斧头很猛哦。好，你们我捡回我的，我捡回我的鞋子。大在哪？哎，他们左边也有，要不要过来？那个，他们的左边，他们对我们的右边。我们右边，我们右边。对对对，啊、有人帮我挖吗？来了来了。需要挖什么？他们有那个、啊、守护者。哦，好好好。那我要回家拿个稿稿。我这里有稿子，我这里有稿子。哦、我有稿，我有稿。来来来，走这里很可怕。然后我还捡到他们的稿。哦、有，我也有他们的稿。哇，哎、欸，这个很难挖、欸，要挖超慢。我挡。可以先打死他吧。可以先揍他吧。他是一段时间才会试试看，先打死他，试试看打死他会怎样。打不死，人来了，人又死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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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人死了就快挖了，有人来了，在上面，在上面，然后放我们的，就变我们的了，我们的啊，可以了，我们又割一只，哎，
转移术啊！有攻了，有攻了！我没有牛排了，我要回去拿牛排。好，我们有两个牛排岛，可以尽情拿。喂，不吵不吵，回家买个弓。喂喂喂！我好痛好痛！还牛排，我们都站上面哎、欸。对啊，好高的。哇，好多人好多人！哇，死战，我在，我死不下。太痛了太痛了！家里怎么了？没有没有，我回家，我回家，我在家。哦、oh, 我说我要死在我们家， oh, 我要死在我们家。哦、oh, ，可以买个那个回归石，以防万一。刚被两个人围殴就痛痛痛。我们的父母有一个已经那个喽，好，有一个书柜。好，好猛哦，四十七等啊，你买书柜了、哦？有啊，中间啊，中间中间一个商人，中间商人可以。买，谁在射？谁在射？有人在射我们七人。他们来一个燃烧剑之类的。来啊，有那个就很猛了，真的。火焰保护班长保护。绿宝石岛跟分数岛都可以再盖，如果有的话。有。好。先再盖一个分数吧，我们分数差的有点多、嗯。我们最左边都可以。有，我拿了。嗯。哇，分数哦，因为刚刚被挖。对，嗯，啊，这些设计设计进去真的不容易，哇，这好难走。完，我等一下想办法把他们的分数岛都挖掉。好，丁，丁好样，抓抓，善用回归石，再扣再扣，干什么干什么？想打我们的弓箭手？我还努力的吸经验，吸到三星。鱼、啊、那边，鱼那边，鱼那边，鱼那边，救命！救命！救命！我来了，我来了。弓箭手，帮忙打！弓箭手，救命！救命！我跑出来了，我跑出来了，我跑出来了。你好远，小心。还可以吗？对了，可以，有帮忙，有帮忙了。可是我快死了，快死了，快死了。啊！我要死在我们家。哇！可以摔下去，又跳下来了。我跳起来了，好好好。哎，不要发理我们小狐狸哦 ！Go go go！ 小狐狸，你怎么掉下去了？欸、我们的守护者，怎样？我们守护者在我们家吗？抵抗，在抵抗，被打，在被打而已。哦哦，还好还好。自己拿到，料理他，哎、欸。哎、欸，哇！他选择走火焰，哇！勇敢，勇敢，勇敢！嘿，嘿，保护，嘿！这么会绕，嘿！化龙魔啊，嘿！不要让他走就好，哎、欸，那么来，需要两颗绿宝石。嘿、欸，我要回去复风力了。战神，这里有战神。想要再一个战神。哎呦，这有一个人偷偷想要来挖我们。想偷挖？他被枯工制裁了。两个都有异国书柜了哦。然后小朋友去换。我其实不用两个都升到那么满，没有用。一个就够，一个就够了。嗯、没关系啊，都升了。对啊。力量如果他升级成异国书柜的话、哦、经验有差就可以升，但是他们好像没差吧。真的没差、嗯、没差多少。哎、欸、中间可以一起来。好，来的。想走不给走。你原来要什么决战、啊、我想看我有什么。啊，我黏住了。黏住了。我黏住了。哇，狂射，他狂射。哎、欸、你怎么射也没有我砍得痛。喂。我就慢慢砍，还可以吃牛排看他。我回来了，我回来了。喂、欸，喂、欸，要经验吗？我要想要吸到三十的。你要掉下去了。掉下去了。那我三十的要很久哎、欸。我快了。真的假的？你很凶、欸。弓箭不痛啊，孩子，弓箭不痛啊！哎、欸，打得到他吗？不是啊，他们在打我啊。这样子上去有副作用，就是我附不到、欸。他摔。哇，不是啊，他们自己家，我被围殴了啦，白痴哦、喔，我在你旁边、欸。你，我知道。我这边有人。我说这样用上去，
等级太高，我已经死掉了，我就只能用梅附魔的。中间，我一打二。你的先给我，来，自由了，你再撑一下，再撑一下，哎，再撑一下，哎，三个人，来了，资源到了，哇，我必须摔死回家，帮扶，资源到了，我是死回家还好，其实刚刚也不一定要用，哇，他们很凶哦，很凶，超凶哦。